中了尸毒。千鬼万仙，三师九重启。吴师见黑衣男即将发生尸变，于是他立即开坛做法，并且口中不断念动口诀，只要你在评论区打出狗头抱拳，就可以得到神灵的庇佑。果真没多久，巫师便召唤出了墓中的孤魂野鬼，将黑衣男当成了祭品砍尸殆尽。原来黑衣男本是巫师的一名手下，不久前他奉巫师之命前去盗取藏在寺庙中的两具尸体。相传这两具尸体的身份比较特殊，男尸是康熙皇帝的御前侍卫，女尸则是怡红院的头牌金莲姑娘。两人在林间约会时被奸人杀害，但据民间传闻，在两具死者的身上藏有一张价值连城的藏宝图，所以江湖之士听闻后都想伺机盗走尸体，将他们身上的藏宝图占为己有。而黑巫师其实也是为了藏宝图而来，如今自己的手下已死，无奈之下他只能趁着深夜独自一人来到寺庙盗取两具尸体。很快他便循着线索找到了金莲和侍卫的尸体，可就在他想要扛着尸体跑路时，结果却不曾想被女尸身上的护尸环刺破了手指，当场失去了法力。黑巫师当即蒙圈了，为了以解心头之恨，他一气之下在水井里投下了千年孤独，想要以此报复众人。可就在他想要做法时，女徒弟恰巧走了进来。黑巫师见状赶忙起身逃之夭夭了。女徒弟见黑巫师鬼鬼祟祟的样子，顿时察觉到情况不妙，于是他赶忙将这一事情告知给了大家。几人听闻后急忙来到了停尸房，但可惜已经为时已晚。哈哈，这次糟了，金莲的尸呢？是啊，王正的尸也不见了。糟糕，尸变。而另一边，那两具逃跑的男女僵尸趁人不备偷偷的来到林间约会，但不料由于男僵尸比较心急，所以蹦得比较快，没多久跟在后面的女僵尸便迷了路。女僵尸见状随即发出暗号呼唤男僵尸，然而当男僵尸听到呼唤声后，便急不可耐地找到了女尸会合，并紧紧地将她拥在了怀里。果真到了这天深夜，女僵尸的肚皮开始慢慢隆起，伴随着阵阵雷声，一股莫名的液体从她的腹中流出，紧接着液体凝聚成团，顺势附在了红衣女尸的身上。